好幸福的人啊，全部都要打牌，多好。退休的人没事做的，就是就是这帮年轻人没有事做了。现在这是还有救，按摩吧。现在还没人，没人啊。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快要成为过去了，经济慢慢的降温了，千年古城汉口，繁华的街道，这边居然还有一个没有拆的房子，像个碉堡一样放在这里，然后宽大的立交桥，漂亮的街道，巨大的公园式的绿化带，亲爱的朋友，请订阅我们，收藏这个频道，跟随我探索真实的中国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建设，拉了一个老黑，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样子。川流不息的汽车，宽阔的街道，摩天大楼，给人一副盛世的幻觉。中国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吗？在随便找个地方都有聚集这么多人口。这是卖电动车的吗？卖电动车的吗？全地形，看一下，马场路微型天桥，他们说这是盛世，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。你看，都在打牌。他们不用工作了，也花不完的钱。马路边的市场。买点儿嘛，那小子吗？
做被子啊。做被套床棉。啊、你要做什么？蛮酷的。嗯，夹克也30元，按摩38元，夹克也30元。这菠萝多少钱个菠萝？菠萝怎么卖？你都是觉得房子多车子多，原因多就是老人多，主要是老人多，那确实香香洗衣上裤子居然还能洗衣服，洗衣服是不是洗衣服青年民宿洗衣服情绪解决，情绪释放。观众们打麻将。哎呀，还这么多猫子，我都没看见。好大猫子。
干嘛？在飞啊，